哋咁遲㗎？咦 ，Mister， 你咁急 call 曬，你出嚟做乜鬼？冇，我咧就下個禮拜 birthday 喎，咁即生日啦。我男朋友咧就話送部新嘅手機俾我，仲話價錢方便唔係問題添。你哋有啲咩好嘅推介？想睇換咩機啊？哇！真係諗起都興奮。你呢啲咁有生活態度嘅遊家，我當然推薦你有 iPhone 7 Plus 啦。呢部機加入咗新嘅千二萬像素雙鏡頭，可以做到光學變焦，仲有四色粗通閃光燈，喺低光環境嘅影相質素都比上代提高咗唔少。另外佢個 mon 雖然大細冇變，但係就支援咗 DCI-P3 闊色域，比起傳統嘅 sRGB 能夠顯示到更豐富嘅顏色。如果你 share 上網或者 Facebook，因為一般的 browser 和 app 都不支援灰色域，其他用家就未必看到了。嗯，我想看看。咦，為什麼沒有 headphone 頭的？你不用擔心，蘋果方面想得很周到的，利用了 3.5mm 轉換刷就用得回你的 headphone 了。叫你男朋友送一個藍牙 headphone 給你吧，他說錢方面不是問題的嘛。咦，但是要轉來轉去。喂 ，Michael， 你好似好多主意咁喎，有啲咩新機介紹俾我先？你男朋友咁錫你，佢應該唔介意送部貴啲嘅機俾你嘅。呢部 LG V20 係首部配備 Android 7.0 系統嘅手機，採用鋁合金機身，通過 810G 軍用級防跌標準，啱曬大頭蝦嘅你啦。手機配備一個 5.7 寸 2K 熒幕，而且仲內置 ESS 32bit Quad DAC 解碼晶片。仲送埋名廠 B&O 耳機，用嚟聽歌睇片都相當唔錯噶。另外佢仲有雙鏡頭設計，除咗1600萬像素嘅主鏡頭，仲有一個800萬像素嘅超廣角鏡頭，可以影到135度嘅 photo， 試下相片，效果都幾特別噶。咦，有軍用防跌功能，好似幾襟用咁喎。你放心啦，最緊要叫佢買行貨，底板有咩問題都唔驚啦。雖然部機的功能是幾正，不過對你講大倍咗啲啫，唔係咁啱我。今日你做手機編輯咁耐，都係你最信得過噶啦。有啲咩機啱我多啲啊？你有 Brad's fan， 梗係介紹部好嘢俾你啦。好似而家我手上面呢部 Sony Xperia XC， 一如以往用咗 Sony 旗艦手機有嘅防水設計。你呢啲大頭蝦成日整濕部機啊，整污糟部機啊，洗下佢就得啦。在拍攝功能方面，它用了現時最高的2300萬像素主鏡頭，還加入了三重影像感測技術。第一重是雷射自動對焦感應器，在不夠光的地方都可以準確對焦。第二重就是一個預測對焦功能，想拍一些動態的東西一樣沒有難度，不怕拍到有鬼影。最後一重有 RGBCIR 色彩感應器，不會受到周圍的光線而影響到實物的顏色，令到白平衡更加準確，拍出來的照片就沒那麼容易偏色了。除了拍照出色之外， Xperia XC 更首次在手機上面加入了五軸防震功能，可以在拍片的時候大大提高畫面的穩定性。這個最適合你去旅行拍片，再放上網給朋友看，畫面夠定就不怕看到人的頭暈了。它的智能充電功能真的非常實用，可以根據你的生活習慣自動調節充電速度，譬如你每晚睡7小時，那在頭6小時就會差到 90% 就會暫停，直到你起床之前1小時才會差剩下的 10% 電量，這樣就會避免充電量過多而造成電池損耗，那舊電的壽命就更加長啦。還有你又穿藍色衣服，當然最襯這部 Sony Xperia XC 啦。那就很適合我咯。當然專業推介，信我無壞。我是你們的 best friend， 你們是不是都會有禮物送給我呢？咦咦，老闆叫我們這麼快開會喔？是喔，今天有 project 要談喔，忘記了，先走吧。喂，大人喝茶，你請。